我都是第三次上去玩啫。OL 健身一签十五年，你估供楼咩？有个 staff 同你讲，喂，要回赠，一定要做个会员。佢上星期日去尖沙咀舒适堡做运动，谂住去柜台问下个 locker 喺边度啫。俾佢同我讲咗一大扎嘢，咁跟住之后，我系以为所有会员一定要做。佢话系一个叫 Ray Chan 嘅职员，叫佢埋一边，讲咗成廿几分钟，只要签一份回赠计划书，就可以悭翻1000蚊年费噶啦。不断咁重复讲嘢，咁所以 distract 咗我本身要睇清楚呢个文件嘅内容嘅。做 OL 嘅黄小姐签完文件又碌卡，以为有1000蚊回赠啦。31,888蚊，12个月分期嘅字眼啦。咁我当其时系同佢讲话有问题，同埋要求取消，但系完全冇理过我嘅。黄小姐就咁成为舒适堡15年嘅会员啦，每年费用2000几，连同本身一年合约做会员做到2028年啦。佢从来都冇提过呢笔钱系要俾出去，系要使费，系要额外使费，完全冇提过呢样嘢嘅。报咗警嘅黄小姐亦都向消委会投诉，不过30000几蚊仲未攞得翻。